回复你消息的时间间隔很长，却秒回了其他男生。我忍不了了，已经。啊！当着你的面跟其他男生玩。什么男生？玩什么？就跟其他男生看了我们的面面相望这件事。你单独啊？单独忍不了，出问题。真的有男生可以忍得了吗？原来我这么小气。